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韩。最近呢，网上很流行这样的一种爱称啊，一般用于情侣间或者是亲密好友间，相互称对方为一个字，宝啊。比如说，宝，我想你啦，宝在吃什么呢？啊，表达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。那今天呢，我到了南昌华润万象汇，也来找一个我心中的宝。不过这个宝啊，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宝，它是很多吃货们心中的美宝、好宝、香宝，它就是萌胖子肉蟹宝。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肉蟹宝的魅力。来到萌胖子肉蟹宝，就被这粉嫩轻奢的装修风格给吸引了。墙上的标语也是超萌超萌的，一眼看过去就有想拍照打卡的冲动。来吧来吧，摆好姿势，手机先吃。看一下我们家的那个环境，基本上都是特别适合那种年轻小情侣啊，或者闺蜜啊，然后拍照。然后我们家的肉蟹都是活蟹现杀的，然后特别新鲜，然后里面的配菜也都很丰富，那个虾都是很大只的。欢迎大家到萌胖子肉蟹堡过来品尝一下哦。好的，今天不就是过来品尝的吗？小韩同学已经摩拳擦掌，就等着美味上桌喽。首先我点的是一个大份的招牌肉蟹堡，以及一个中份的牛蛙堡。天哪，这两大盘呢就是香气四溢，一个咸香的底味加上这个海鲜的鲜味啊，让人真的是欲罢不能啊。首先我们来尝尝这个招牌肉蟹堡。吃肉蟹堡，肉蟹必须特别讲究，选的食材是肉质肥美个头大的肉蟹。关键，萌胖子的肉蟹是来自孟加拉湾的缅甸肉蟹，所有食材不光新鲜，而且分量不少。蟹、虾、青口、鸡脚、年糕、土豆片、莴笋、玉米，加上秘制酱料和恰到好处的火候烹制而成的宝，融合了肉蟹的鲜香与鲜虾的纯粹，再加上凤爪与蔬菜的提味，哇，闻一闻香气四溢，看一看色泽鲜亮，还等什么，直接上手喽。益阳，这个秀美与开放的城市，正静待一曲曲心动旖旎的邂逅。缅甸肉蟹属于皮儿薄而且很脆，可以瞬间轻松嚼烂。它这个蟹肉呢是纤维感很强，吃到嘴巴里面入口即化，像吃鹅肝的口感瞬间化开，带有这个调料啊，秘制调料是咸香的，有点像吃麻辣香锅的感觉啊，就是又咸又香，带着一点焦香酥脆，最后是来自海鲜的这个微微的饭甜，以及这个蒸鱼豉油的一个甜味，很有韵味。满满都是肉的螃蟹吃起来确实很过瘾呐。当然，国内的海鲜食材品种也不少，各有各的独特风味和口感，随便拿起一块都是满满的幸福感，随便吃上一口都是唇齿留香。青口，哦，青口可以轻松的撕下，蘸满这个汁儿，尝一尝。哎呦，弹嫩鲜，带有着一丝浓郁的青瓜香。除了青口肉蟹还有什么大明虾，哎呦，个头没得说，并且很新鲜。里边是没有虾线的啊，我先来一个懒人吃法，不去壳。因为是大火烧的，所以它这个虾壳啊已经是很软了，带点小脆，但整体偏软，像这个虾干。你可以连个皮一块嚼，没有一丝的负担。富有满满胶原蛋白的鸡脚，在肉蟹堡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。鸡脚炖得软烂入味，轻轻一抿，骨肉分离，再也不用担心吃相难看。口感没得说，真的是脱骨而下，轻轻的一抿，骨头出来了，没有一点负担，
哎，虽然口味不重，但是没有鸡腥味儿，这个做的还是挺棒的。牛蛙煲也是店内的畅销产品，被酱汁裹满的牛蛙色泽艳丽，口感脆嫩，鲜香诱人。看看大粒大粒的牛蛙腿，还是忍不住要大口大口吃起来。一小块骨头，这一圈全都是蛙腿肉，这种大蒜瓣肉。我问一下，怎么弄的？哦，鲜味感，肌理感很强，咔哧咔哧咔哧的，抚摸着你的后槽牙。哎，它这个蛙肉就比较鲜嫩了，它的底味啊，跟这个肉蟹堡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咸辣口。但是这个蛙真的很嫩。嗯。吃肉蟹堡啊，可千万不能辜负了它又香又滑的汤汁，用它来拌饭那才是一绝。瞧，小韩已经掌握了精髓，这浸满了香辣汤汁的米饭吃起来那是香得不得了啊。除了这两大宝，配上他们家的拌粉、红糖冰粉、桂花酿木瓜，哇，那就像夏天吃着冰淇淋那种享受，相信您也能体会。萌胖子肉蟹堡它主打的是什么？低脂、低热量、健康、不油腻、少负担。所以说您过来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，大口吃蟹、大口吃虾、大口啃牛蛙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啊，真的棒，可以来品尝一下。